到我们的美容里有四个诊断的工作头，根据自己的需求呢选择相应的工作头，并有赠送隔离替换双侧进行替换。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款美容仪的具体使用方法。对于黑头部位的清洁呢，首先用热毛巾敷在有黑头的地方3到5分钟。戴毛孔打开以后呢，将我们的美容仪探头对准需要清洁的部位。